足足的合并，不但符合大多数县市民的期待，也对于台湾加强与世界竞争的能力非常有必要。至于所谓党派个人的考量，那是太偏狭，同时也太低估了。大新竹计划听说党内有杂音，那今天到新竹是跟林智坚市长讨论吗？那有人质疑政府推县市合并是独厚新竹，那请问院长怎么看？大家看到这两年多来受疫情影响，我们全球人民生活大乱，产业链也重组，在蔡总统领导下，国人举国合力，不但防疫最成功，而且我们经济快速成长，并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，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有非常关键的领先地位。这段期间国外来访的团体一团接着一团，都非常期待分享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合作，所以今天到阳明交大来就产学创新学院的揭牌，这是培养人才。另外一方面要跟国际竞争，也要非常大的基地。竹科是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发展基地，不过随着竹科一再的扩大，而且林智坚市长所争取的 X 科学基地等也都非常应对产业链重组中做基地扩大的加强，整个产业链在台湾我们很必要从各方面加强与世界竞争，更扩大进产业我们领先地位，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让我们这一个竞争力加强。足足的合并不但符合大多数县市民的期待，也对于台湾加强与世界竞争的能力非常有必要。至于所谓党派个人的考量，那是太偏狭，同时也太低估了。